为了打破星座偏见，反抗星座霸凌，为了增强彼此了解，守护世界和平，我就是今天的星座 Deezer 张哲瀚。灵魂吸引你的星座是？相当于爱两个人。最想搞定的星座是？我一直觉得天蝎座非常的有魅力，他身上会有独特的一种气质，会很性感。最想让他消失的星座是？处女座给我的体验不是很好，就很龟毛，很麻烦，不是很爽快。嘉宾根据卡片上关于金牛的吐槽进行反击。OK， 金牛座有多害怕改变呢？宁肯在过去中将就，又难受的活着，也不愿去尝试一点新事物。张哲瀚连支付宝都没有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虽然我没有支付宝。对，我没不会用支付宝，但是我可以微信支付啊。为什么要用支付宝啊？微信很方便啊，可以吧？怼回去了吧？想得多，做得少，一个懒字把80%的才华都禁锢了。我是属于想得少，做得多的。人是这样的啊，他一旦懒的时候，他就会越懒啊，勤快的时候就会越勤快，就是这样。明明解释一句就能解开误会，金牛就算委屈以泪洗面也觉得解释还以为自己很酷，需要解释的感情我不要。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这样的，希望别人去理解他。其实沟通很重要，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跟你一样的人去那么能理解你的想法，或者是感同身受这样的。都说金牛审美好，但看看张哲瀚坚持自己现代装逼股，带妆好看的执着，对自己小胡子的喜爱不能感叹，可能就是星座的偏见吧。开玩笑，金牛座是美神维纳斯守护的星座，金牛座的审美非常好，眼光这个真的太棒了。表面小清新，内心小火车。好久好久没有小火车了。你叫小火车什么意思？这是心潮澎湃啊，小鹿乱撞啊。不好意思，你顶到我了。哎呀，好热啊！世界有三种东西藏不住：咳嗽、爱情、金牛座爱炫耀的心。去趟美国发了8条微博，就跟视频一样多。没有，这不是我去趟美国有什么好炫耀的，是不是？公司叫我营业呀，我不能白去啊，你得拍点东西出来吧，对不对？主管，您里边请吗？路上一个，路上一个身材妖娆的女生走过，10个人回头9个金牛男。这个我觉得金牛座一个这么淡定的星座，怎么会被这种花花草草就这么容易那个是吧？这身材妖娆不行，起码得长得好看才行。12星座明星最少的星座没有之一。好，那你真太小瞧金牛座了。王力宏认识吧？是吧？还有那个奥黛丽赫本，都是帅的吧，美的吧。何炅老师，谢娜老师，我们的包贝尔老师，各种类型的主持界、歌唱界、演员界，还有搞笑的。嘉宾抽取卡片，并根据抽取的关键词进行相应挑战。抽一张，真朋友。电话啊，我们的杜江老师，就怕他不接电话。哎，哲瀚，我是 C。 哦，跑听去了，手机忘拿了。哦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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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需要我再给你提供个电话吗？你是找他有事吗？找他有个小问题请教一下。你稍等啊。好嘞，谢谢。你能记吗？现在还是我发给你？能记，能记。186。挂了。挂了。没，我没动啊。哎，师哥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宾馆呢，你在哪儿？我们都已经走厅了，你快来呀、啊。哦，上场了，现在一会儿要跟你说啊。哎，那个我这里有个问题问你。师哥。
好吧，磨的办法。想要好玩、好准、好犀利的星座，就看同道大叔。